早上，各位网上的朋友，各位朋友，你们好，又到欧仔开麦了，饮杯咖啡，绿茶咖啡。未到正题之前，就介绍今日的早餐，非常简单，有个面包，上面搽了一些 hummus， 另外呢就加了蛋啦，一只苹果，再加埋呢一杯香浓嘅绿茶咖啡。今日咧，我想讲嘅咧就系关于头发。喺呢个疫情里边，大家好困扰咧，就系啲头发咧都唔知点搞，因为所有呢啲理发嘅铺头咧都唔可以开，甚至今时今日啦，都系未开嘅。咁样我咧就想讲一讲自助嘅理发。点解咧？因为我咧就其实咧就好多年，即系讲起嚟都有应该五年咁上下啦。系自己剪头发噶啦。咁啊，应该系喺2016年嗰时开始。咁啊，我2017年咧就去旅行，去香港啊咁啦，同埋東南亞。咁我都自己帶咗啲剪髮嘅工具，咁啊喺嗰度咧剪頭髮。咁啊，所以咧經驗係有啲，不過咧就絕唔可以稱得上係師傅啦，更加唔係個 hair stylist， 只不過係咧簡簡單單。就將啲頭髮咧剪得整齊啦，咁睇睇咧我啲頭髮咧，而家咧就用最簡單嘅方法嚟剪嘅。咁咧，而家咧我咧就想 show 一 show 我個工具，我工具咧就係呢盒，呢盒咧喺 Costco 買嘅，好經濟，我諗大約係連埋税都係40蚊多啲咁啦。而家咧，我打開佢啦。裏面咧就有說明書啦。咁啊，有啲乜嘢你想知道更加深入嘅咧，就可以喺說明書嗰度睇，喺說明書嗰度揾到有關嘅資料。我簡單咁樣介紹咧，首先咧就係開始用個 trimmer 先。呢個 trimmer 咧。是其中一個工具，有兩個工具的，這兩個是主要的工具，一個是 trimmer， 這個 trimmer， 這個叫 clipper， 這個呢就剪頭髮用的，這個呢就收邊用的。那我呢就很喜歡用這個收邊，這個 trimmer， 現在呢就可以這樣說啦，這一年或者 一年多我都是只是用個 trimmer 就已經可以剪所有的頭髮了。咁佢係咧就用光電嘅，用一粒呢啲咁樣嘅電就夠噶啦，係非常之強力嘅。聽下啲聲。咁啊，佢每一個咧就 come with 有一個呢咁樣個嘢保護住嘅。咁你喺擺喺嗰度咧，或者碰碰撞撞啦，咁咧就唔會影響到佢呢度呢啲嗰啲刀齒。咁佢個好處咧就係輕便啦，同埋咧就咧容易剪，容易即係你點樣剪，咁樣剪，或者係咧你即個手嗰個 handling 咧係好方便好容易。咁我主要咧就係、是。個頭咧，因為好簡單，我用一個最簡單嘅style 就剪一個最簡單嘅頭，就係咁樣反轉啦。咁啊，然後向住呢度咁一路咁啊推上去，一路咁推上去，咁啊沿住耳邊又係咁樣推，咁啊直至咧推到佢咧就全部咧啲頭髮咧好短好短好短，見到青噶啦。咁當然最緊要咧就係呢度旁邊呢啲地方就要齊，兩邊都係同樣嘅方法剪，
首先咧，我咧就會喺嗰個滴水呢個位置剪，咁一路剪上去，咁啊，逐少咁樣剪，咁然後沿住個耳嘅旁邊剪。咁啊，問題咧就係喺邊度咧？比較難嘅地方就係後邊，因為睇唔到嘛。咁所以我要剪呢個頭嘅時間咧，一定咧就要係。在那個我的沖涼房裡面有一塊大的鏡，我看著鏡，那我另外一隻手呢就要拿著一塊小，即是我是好像這麼大的鏡，就放在後面，那變成就是後面那個景那些頭髮呢就可以呢就反射翻去到前面嗰塊大鏡嗰度，咁我咧就因為咁樣睇到後邊，就可以咧就係翻轉隻手，咁慢慢，差唔多係逐寸咁樣去整。咁啊，初初係唔得嘅，初初咧就論盡，咁啊要咩啦？要太太幫手啦，幫手啊執下啲剪唔到嘅地方啊，或者剪得唔齊嘅地方啊。或者剪得不乾淨的地方，要太太幫呢都幫了我想有成半年至大半年時間，然後呢就差不多呢可以說自己可以 handle 曬了，就是剪得都覺得很滿意。我試過剪過好幾種不同的 style， 不同的髮型，例如呢我剪過咧，就係最簡單嘅嗰啲叫做even cut， 因為咧啲頭髮咧條條咧都係同樣嘅長度。舉例咧係半寸咁啊，咁我咧就係校咗半寸嘅位，用呢個剪啦，用呢個剪，校咗半寸嘅位，即係咧佢有呢啲咁嘅 hair 嘅。有一扎咁嘅靴，咁我可以套上呢度嘅。嗱，我試下呢個啦。呢個咧就係啱啱就半寸嘅呢個。我除咗呢一個，咁啊套上去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就咁樣擺落去，然後咧就輕輕喺呢度一撳，咁就得噶啦。咁咧佢呢度咧就預咗個位咧，就你啱啱剪咧啲頭髮咧就係剩翻半寸，咁你係。好均勻咁啊，喺個頭度咁剪，成個頭碌勻曬，咁咧就個效果走咗出嚟。你啲頭髮咧，全部好短，都係半寸。如果你再想整短啲咧，咁你就揾第二個靴咯。第二個靴咧，譬如係再短啲嘅四分一寸咁樣，咪好短咯，係咪？嗱，四分一寸咧就係、是。就是這個是一樣的，道理是完全一樣的，是這樣套下去，等等 OK， 套下去就沿著那個頭，那就是慢慢的剪，那全部的效果呢就是控制得很好的，你最主要就是有心機慢慢的剪，所有的頭髮的地方你都剪曬，咁咧就係你攞到個效果，有四分一寸，啲頭髮好短，好均勻，都好醒目嘅。咁我所以個髮型咧就隨住時間咧，我都轉過好多次。我又試過剪個咩頭咧？就剪咧呢度旁邊就好似而家咁一模一樣，好直上。咁、那個頂咧就留翻長啲，那個頂咧就留翻係半寸。咁啊，然後咧、那個平嗰度個頂咧，我咧就係、是、咧就再收短啲，咁啊令到個效果咧就係、是、咧上邊咧就好平好平好平，咁啊兩邊咧都仍然有啲頭髮，有少少長度，咁睇落去咧好似係一個平頂嘅平頭裝。咁我點解會剪一個咁嘅裝咧？
講嚟有一段故事。嗰時咧係我仲喺香港啦，梗係讀緊中學。咁樣嗰陣時讀間學校咧就係一間英文學校嚟嘅，喇沙。咁啊好多啲啲葡萄牙或者其他歐洲嗰啲同學，咁佢哋咧就有啲人咧就係剪呢個頭。咁我當時見到佢哋，佢哋咧就打緊 baseball， 哇好，即係嗰個樣俾我睇咧，好精神啊，好即係好靚咁啦，好有青春氣息。咁我一路咧都冇剪，喺出邊街剪啊，又唔會剪呢啲頭啦。咁啊而家可以自己點剪都得啦，咁啊剪咗咁個頭，我覺得真係個人都醒咗啲咁，好似有啲後生咗嘅感覺，嗰種感覺好好 ，very good。啊，用杯咖啡先。咁啊，後屘咧就留咗呢個頭都好耐。咁啊，有啲朋友啦，打波啲朋友啦，有啲女嘅，有啲男嘅都係咁講：哎呀，你個頭剪得好好有型喎、咁樣。咁啊，我當然好多謝佢哋啦，係可以剪得到嘅。要去自己多啲嘗試咯，或者有啲髮型自己真係中意嘅。咁我而家咧就最 keep 得耐咧就係而家呢個頭。呢個頭咧個髮型咧就係上邊咧就長啲長嘅，係兩邊咧就盡量短，短到咧係見到青。咁睇落去咧個人好似係精神啲。同埋咧，感覺到咧自己好似係年輕咗幾年咁嘅，係好好嘅，嗰種感覺係好好，好積極。咁啊，因為咁嘅緣故咧，咁我又覺得自己都好似有少少心得，所以今日咧就介紹俾各位，你哋可以去 Costco 買又得，去 Walmart 買又得，價錢係好即係好大眾化，講緊係。我想是40元 around 40元咁啦，或者40元多啲啦，連埋税。咁樣佢用嘅電池咧，就呢啲咁嘅電咧，呢兩個 A 嘅電，一粒咧可以用好耐，好襟用。咁而家咧，講翻轉頭咧，我主要都係用呢一個。如果你哋真係想買嘅咧，簡簡單單咧，就淨係買一個呢啲都搞掂。咁啊，如果你想全套咧，就買一套咯。一套咧就有埋呢一個，呢一個咧你可以剪更加多嘅 style 啦。咁啊，另外咧佢裏邊咧仲有其他嘅配件嘅，嗱有把梳啦，呢啲係髮型屋用嘅梳。另外咧就有個掃啦，俾你咧就即係做清潔嘅，即係呢度剪完之後咧有啲頭髮碎啊，咁俾你就做清潔嘅。咁啊，仲有咧就一把鉸剪，把鉸剪好靚噶，咁嘅，就把鉸剪咧就我冇乜用，純粹係擺喺度嘅。另外咧，佢仲有一樽細細樽嘅嗰啲mineral 嘅 oil。就俾即係呢個咧，好多時咧需要潤滑嘅，咁加幾滴落去啊咁樣。今日嘅介紹咧就到呢度為止啦。咁你哋中意嘅可以自己去嘗試去買，同埋自己咧就剪頭髮。記得如果中意條片，記得 like， 記得 subscribe， 記得撳個鐘仔，同埋同你啲朋友啊。去 share， 大家分享 ，OK， 拜拜，下一條片再見。